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？老师好，请帮我大女儿安吉拉安装外星能量供应系统，谢谢。哎，我这边看到那个一个椅子啊，我把它引导过去啊，然后我在它那个组件上把电极贴上去，现在我检查电线上，有没有电送下来啊？有电的啊，现在我看那个仪表上有没有给它充电了。啊，仪表上数字显示了，啊，在充电了啊，好，站好了啊，好，然后呢，你还在长身体，所以呢，你尽管吃得下就吃，时间长了，慢慢就开始可能像有点饱了一个，吃不了那么多了，那就顺其自然啊，我们不像大人就刻意的要少吃一点，小孩子就不管啊，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啊，好。好的，谢谢，哎，不用谢啊，好，再见啊，那就这样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